通勤的过程发生任何意外，哦，都是职灾事件嘛，不是吗？所以通勤的事，通勤过程，今天桥倒歹，今坐船坐飞机去又落落来，受伤死亡，这敢不是职灾事件？这跟劳工没有关系吗？他的对，看他的内容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你来自高雄。你因为我来自高雄，因为暑假的高雄，你说我拍陈市长的马屁，我觉得这样子很。我觉得这样的连结会不会太那个了？很有道理啊，没办法接受了。我喂，你要这样硬扣说我拍谁的马屁，这个我没办法接受。谢谢。好，做到做到。